欢迎各位，再回到我们这一个场地来哦。那第一堂我们讲的那个 NSCID 非常精彩啊，不过接下来这个食物过敏呢，其实跟它有一点点 overlap 啊。不过等一下就知道，因为我们今天食物过敏的专家又不太一样的哦，就是从那个小孩子到大人，到一些怎么样去最新的诊断呢，都会提到。那我就把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那这个食物过敏其实跟那个 Marcel 非常有关系的哦。那 Marcel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 IgE mediated。那我们通常知道说，种食物啊跟药物啊，它不一定是 IgE related。那我们通常用的都是供 IgE 引起的一些 mediated release， 但是实际上我们 IgE mediated 是 immunologic reaction 哦，这是免疫方面的哦。那有些过敏源就是大部分都是 immunologic， 但是一些药物过敏其实是 non-immunologic， 那食物也有一些是 non-immunologic。 那非药物过敏像 anaphylactic reaction 就是刚刚谢教授讲的，谢教授在问的那个 anaphylactic， 这个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non-immunologic。 那这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那个陷阱，就是像这里面有一些physical factor 的，还有药物啊，是 C3A C5A 啊，就是我们知道大概都很关心这个补体造成活化的啊，也是哦。Hypoosmolarity 这是 radio contrast medium， 这个也是哦，这个都是造成那个anaphylaxis reaction 的非常重要的一些 trigger factor 哦。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 food chemicals。Food chemical 这边就是我常常在临床上在跟病人讲说，你这个如果吃到这 tetrandrin， 就是还有防腐剂啊、色素啦、而且有像一些 salicylate 就是一些水杨酸啊，这些食物啊，这些都是会容易造成histamine release 哦，很容易造成 reaction 的。所以林林总总非常非常多的 non-allergic reaction， 甚至比 immunologic 更重要哦。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就要 cover 到这所有的东西哦，我想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一定会收获非常多的哦。那我们简单看看这个简单的这三大类的疾病的病人哦。第一大类就是 IgE mediated allergic reaction 哦，但这是 IgE 有关系的哦。那简单的，通常病人都是这样子比较多啊，就是像这些小孩子哦，这个孩子啊，他有皮肤过敏哈，也有鼻子过敏，也有 asthma 哈，从三岁就有了。不过他在每一次感冒都会造成那个喘的问题哦。不过他在三岁多以后，就是在四岁的时候，就是一些那个牛奶，喝了牛奶以后会过敏了。那这个就是检查起来又有尘螨啊，又有那个牛奶过敏，这个是 multiple allergy 的 IgE 的 reaction， 这个是很典型的 IgE mediated reaction 啊。那第二类的 non-immunologic reaction 啊，跟免疫比较跟 immunologic 比较没有关系的，就是像这个 chronic urticaria 的病人，这个也是非常常见哦。门诊就是很多病人就是荨麻疹来看病人的，那通常都是会有全身的 wheal 跟 flail reaction 哦，而且 erythema 是 papular， 那尤其是在抓的时候或者吃水果的时候也会有造成这个全身的荨麻疹哦，那就是持续都是半年、一年，甚至于有些好几年都是症状都不会改善的。那我们到门诊看他检查一下那个 IgE 哦，通通是没有的哦，像是鱼虾、蛋奶、豆类啊，像最近的 wheat 也没有，还有 nuts 啊，就是一些核桃啊，这个都没有，所以检查不出所以然哦。这个就是一些 non-immunologic reaction 哦。那这个也是等一下我们会考虑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哦，是不是防腐剂，是不是色素，是不是水杨酸呢、啊？等一下我们会请第二个 speaker 会跟我们介绍一下。那第三个是 cross reaction 的。那 cross reaction component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哦，那就是尤其是现在哈、哦，现在在这个食物过敏呢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像这个是常常我们就是跟病人讲说会造成病人的一些误导哈，或者是一些那个食物啊，就是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就是像这个45岁的那个就是出家众哦，他是 vegetarian， 他已经吃了30年的素哦，那30年他从来没有再吃过那个鱼啊虾啊什么都没有，不过他是因为气喘，从小就有气喘哦，那就是最近就是常常这个皮肤红疹啊、发痒啊，他就是又有喘起来也更严重哦，
那他 specific IgE 检查来我们门诊看呢、啊，他就是跟 IgE 啊 to Dasmite 也有反应 ，Shrimp 也有反应。那这个医生就跟他讲说，哎，你虾子过敏啊，你是不是虾子过敏？那其实这个朱家庄说他从来没有吃过虾子，三十年没有吃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哎，你怎么虾子反应那么高呢？这个就是 cross reaction component 造成的，所以这个就是要知道是哪一些东西会造成 cross reaction 的。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哦，会有一些那个一些方法会告诉大家哦。那这个就是在那个Ikaki 他们就是做一些 food challenge， 一定要做一些食物过敏的 challenge 哦。那这是 gold standard 最标准的食物过敏的方法哦。那方法就是这样子哦，那就是把它用一些dilution 哦，就是 start low 从低剂量开始给它吃哦。当然要 avoid risk 哦。那就是从 3mg， 这是花生米哦，从10颗、5颗、1.5 颗到半颗、1/2颗、1/8颗，这样子把它弄好的，这是给它诱一些过敏的诱发哈，那就可以知道有没有什么东西会造成过敏了。那当然就是要有一些 equipment， 就要一些准备啊，就是预防它不良反应产生的，就是要有一些 monitor， 那这个就是必要的准备哈。那当然最重要就是 component reserve diagnosis， 就是 CRD 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压轴啊，我们会请陈大夫来跟大家 review 一下。那这 ISAC 重要性在哪里哦？就是 component 到底是哪一些 component 造成一些 cross reaction，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那我们这个等一下听完就会很清楚哦。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就是请第一个 speaker 就是我来介绍一下那个苏冠文苏医师哦。那苏医师是台大毕业以后啊，他曾经在那个金门医院啊当主任哦。那在那边我吓一跳，我看到他的履历哦，就是很省派，因为我在20年前就在金门做了义诊哦，做了十几次哦，在那边调查过敏的非常多。我曾经把金门的猪草都拔回来给我们这边免疫协会在示范，说这个就是猪草，请下次不要再接触到它。那结果看到他非常开心哦，他现在要跟我们讲那个食物过敏在小孩子的一些 practice 上面有什么进展，我们热烈欢迎苏医师。